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那这首歌叫做《诚意》，然后我们是我是贾玲，然后他是洪丹乾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今年的毕业生，然后是企管系的同学。然后这首歌就是主要是写给我们的毕业生，那内容有提到非常多关于成大的校景，然后就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这样。进大门口，所有事都新鲜的念头，想尽快一点成熟，望着彼此露出了笑容，背对榕树面对着镜头，多少美丽回忆突然涌进了心头。瞬间，别害怕和彼此道别，因为
谢。